顶袂过啊！加油！你放到旁边去，你放在旁边去，我才能。剩咧一两。哇！喂！啊，顶袂过啊！哇！哇！我什么蛋破了？没关系。啊，叔叔，你有加盐巴哦？没，好，给他走，不要弄。等下，等下，我看见一个扁扁啊，看见一个扁扁，扁扁。好了，可以扁扁了没有？快点。好了，你要扁扁吗？来，开始。要先看。好，冰冰。叔教你呀、啊。好，先翻过来哦。哦，你会变了，真棒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剪好未？你的人好未？唔知。唔知啊，叔叔给你看啊。好啦，起来了，好了，可以关火了没有？关啊，要叔叔教你关火啊。要不要？要不要吃鸡哦？等一下。好了。叔叔要用肉肉了，等一下再关。你去男的碗撞撞好不好？撞你的肉肉还有蛋蛋啊。你自己开喇叭，会开爷爷。你小心哦。好卡碎的哦，好来过来，肉肉啊，肉肉还要炒啊，哇，这个肉肉交给叔叔了呢，嗯，肉肉交给叔叔了、啊、叔叔跟肉肉交给你啊，你把蛋蛋慢慢慢慢的端到桌上，我看你端，小心端。小端，我在端。好了吗？你放那么远怎么吃？哎，夹还没有一夹，蛋拿来这边呐、啊。哎呀，那是你的嘞。好了吗？我看一下。你还要看嘛？我看一下。你还要看哦。你要煎肉肉吗？要吗？要煎肉肉吗？不要了哈，你也，拜拜，拜拜。